妹妹念幼稚园，那他弟弟呢？他弟弟国小三年级。每天都是他带他们上学。是。这样好了，我不硬性规定他7:20一定要到校，他几点到校就几点加入跟大家一起跑。好，我会转告他。还有，麻烦你顺便告诉他，以后有什么问题跟意见，他可以自己来跟老师说。好，那我先离开了，谢谢老师。